千娇大王，本名卢婷，生于1895年，正巧日治台湾开始，在此卢家祖先定居岐山已超过100年，家有三子，长子与父亲早逝，母亲守寡，含辛茹苦教育两子，幺子婷儿在自家田地上一半植稻，一半种香蕉，收成的香蕉自熏自卖，他对香蕉品质的讲究无人能及，人人抢着买他的香蕉，自种不够卖，岐山地区那时种植面积很少，他靠着健壮的身体远至2-3小时路程的南化香蕉山采购挑回岐山卖，香蕉的买卖发展使他的名字冠上永蕉平安，岐山地区卖出的香蕉以他最多，于是琼雕亭啊这字号越来越大，远近驰名，日本三社亦慕名而来，要与他交易，约在西元1924、25、26这几年，几乎是亭啊赚钱的巅峰时期，钱赚到没地方放，衣柜放满，饭船不下，一捆一捆塞得满满的，香蕉王的响亮名字不胫而走。他在农会的存折数目相当惊人，据说当时岐山农会大半存款是他的。三武德殿原为混合唐式与和式风格的建筑，其壁体与梁柱为阿星加强锻造结构，墙面还施以西式字，上方则有雾罩梁架的飞瓦屋顶，构成于台湾日治时期的昭和9年，于二次大战后转由高雄县警察局岐山分局管理使用。武德殿在民国83年10月16日中午失火，木构部分烧毁，仅于阿西加强锻造的壁体与梁柱及后方的附属建筑，于2000年动工修复。重建之后的武德殿于2001年11月18日启用，但并未依原样修复，而是将原本黑瓦屋顶改为玻璃帷幕，因而让岐山居民觉得突兀。2014年4月进行第二次整建工程，拆除武德殿玻璃屋顶，改回黑瓦屋顶，并美化周边景观。这个小模型我在卖。2014年12月21日落成启用。好，要自己煮哈。哦，这些都有在卖哈。这个股票哦，股票哦，岐山的股票有价值吗？这现在没有了啦，都计时代的啦。哦，嘿嘿，香蕉的股票，哎，香蕉股票，对。哦，好，不错，谢谢。哦，
这边是我那个三十三四的那个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长的阶梯，招魂碑。招魂碑是清代乾隆间以来，干地女真分类械斗，明月吉人，原名不足思和，大动干戈而皆有伤亡。前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台湾道姚营建立，同心复义排版，以安抚民心。后有日据明治38年1905年集合明月吉人，分别建立永公庙，而于古山顶招魂同社合祀，以化解明月夙愿，继承本建碑记。碑体原本立于古山顶，战后遭拆除，辗转重立于此。招魂碑材质为花岗岩，额刻有钟灵毓秀四字。同心赋一碑，道光二十一年，文熙罗汉外门里番薯寮地区山主闽越原住民共居营域内。历年屡屡持械互斗，山壁不断，为此手书同心赴义类似，奉劝山族共同携手一心，抵御外来欧洲船舰入侵。朝任闽南防务兼福建按察使，姚营，安徽桐城人。嘉庆24年1819年派往台湾，担任海防同知，曾被贬至噶玛兰，经宜兰任通判。道光18年擢升台湾兵备道，成为台湾最高军政官员。道光2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奉命镇守台湾。在鸦片战争期间，呼吁地方同心抵御外来侵扰。三等控制点，基本控制点为测量之基础，请共同维护。点号 SW008。控制点采用全球定位系统 GPS 卫星定位测量。施策为土地测量及国家建设之基础。以篆书类科，卵石两面镌刻，宽57公分，高121公分。日治时期1904年，古山公园新建完成，将其移入公园。圣陵，至圣陵位于孔夫庙正后方，属园区核心，但因年久失修，历经多次台风，土石崩塌形成五方，荒芜山野，亦成为公园死角。
山寺是日本据台初期番薯寮地带罗汉脚流棍土匪贼气未清，故日本出动军警来镇压，期间殉职者共计33位英勇烈士，官民捐石为志故立碑纪念，三十三寺碑原与招魂碑同时一起立于鼓山最顶端，后来三十三寺碑被毁已不见，招魂碑被弃变成水沟盖，三十三碑立于明治38年间1905年立有三十三寺墓群，墓碑为四角柱，墓群位于靖国神社，1906年建立，经狮子亭路口石狮处左侧。晋朝于民国65年国祭日修整道路为纪念诸位方面。碑的背后是多少血泪，多少心酸，希望大家到岐山公园一游，处物有所警惕。